效果吗？这怎么办呀？你们先别急，看看这些人的动作，实际上是胡蜂的习性。那个蹭柱子的，就是胡蜂在交配；那个瞎蹦的，就是胡蜂在飞；还有地上那个打滚的，就是胡蜂的翅膀断了，它以为自己能飞。你这么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别急，我来想办法帮他们治。跟我过来。怎么办呀？ 什么草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睡觉门都不关，也不怕着凉了啊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草？这是神木族的解铃草，专门治毒虫叮咬的。那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？这种草药，对我们神木族人来讲不算什么。 但是你们常人根本无法承受，如果使用不当，不但救不了人，反而还会害人。但事到如今，再危险也得试试了。是啊，再不救他们，撑不过三天。